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行我离。这个曾经世界上最深的蓝洞，如今虽然已经退居第二，但大蓝洞仍旧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潜水圣地。世界著名的水肺潜水专家雅各·伊夫·库斯托将大蓝洞评为世界十大潜水宝地之一。世界闻名的大蓝洞临近灯塔礁，位于伯利兹外海约96公里处，近乎标准的圆形外沿，直径大概有304米，深度达到了125米。大蓝洞本身为石灰岩洞，形成于海平面较低的冰河时期，后来因为海水上升，洞顶塌陷，逐渐变成了水下洞穴。据说大蓝洞是一个沉积物陷阱，为探险者提供了极好的发现历史的机会。因此，这个超凡脱俗的海洋奇观、世界遗产，经常会吸引来很多好奇的游客。通常一些游客会通过飞机或直升飞机来欣赏大蓝洞。几十年来，乘船前往的游客基本都在地表水域巡航，很少有探险者敢于冒险深入大蓝洞底层的未知世界。不过，在2018年冬天，人类开启了大蓝洞的底部探索。他们的任务是创建一个大蓝洞内部的 3D 地图，但在此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寻常的景象。当下潜开始后不久，人们陆续发现了鲨鱼、海龟和巨型珊瑚，但在90米深处，海洋生命开始消失。罪魁祸首是一层厚厚的有毒硫化氢层，与帕劳水母湖的情况类似，硫化氢层横跨整个大蓝洞，就像漂浮的毯子一样，在那里没有氧气，没有生命。潜水员们发现了海螺和贝壳，以及寄生在洞里并且窒息的寄居蟹。经过海螺墓地，到达大蓝洞的底部，此处的深度约为120米左右。人们发现了一些他们没想到的东西——钟乳石。这一惊喜为科学家提供了洞口古老过去的线索。钟乳石只能因水滴滴在石头上而形成，所以可以大致判断大蓝洞曾经是一个大而干燥的洞穴。它正处于地球上一个非常多产的时代，因此可能有很多东西存在其中。科学家们认为大蓝洞是在上个冰河时代形成的，这个时代大约在14000年前结束，那时海平面开始上升，洞穴淹没并坍塌，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蓝洞。研究人员认为，像其他海洋蓝洞，如中国南海的龙洞以及巴哈马的迪恩蓝洞，很可能都是如此形成的。当科学家们潜到洞底时，他们发现了另一个线索：海螺墓地上方轻微堆积的淤泥。底部的淤泥本身就是所有不同飓风、暴风周期以及冰川发生的良好记录。从此可以判断，在玛雅坍塌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风暴，并且当时非常干旱。随着潜水员继续探索洞的底部，他们发现了一个2升的可乐瓶和一个沉入洞底的 GoPro， 其中还保存着一些度假照片。科学家们预测，这个洞不会永远一成不变，每天会有新的沙子和海水落入其中，就像水下沙漏一样慢慢地填满它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它的美丽，并研究它的许多未知谜团。伯利兹是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小国家，拥有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二大珊瑚礁。无论是在蓝洞潜水、穿过丛林树冠、沿着瀑布下降，或爬过古老的洞穴系统，还是参观世界上最神秘的文明之一——古代玛雅人的家园，来到伯利兹可以说绝对是一次真正的冒险之旅。你觉着呢？来此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、欢迎转发、点个赞。最后，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